好，利底息啊，利息他说呢，这个 A N 啊，他满足哈 ，A 一等于一啊哈 ，A N 呢是等于 A 一加 A 二，加到 A N 等于一啊。好，那他要求什么？求他的导数的和，折好 S 等于呢 A 一分之一加上 A 二分之一啊。加到 a n 分之一，它的和是多少？好，那怎么做呢？我们呢来寻找它的规则啦。首先哦 ，a 一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先把哦这个呢有限项呢的和先把它找出来 ，a 一等于一嘛。那 a 二呢 ？a 二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a 一，对吧？好，哦就 a 一嘛，就是。A 1的话就 A 1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 A 2的话呢，就是啊，就是 A 1，但是 A 3就是 A 1加 A 2，以此类推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是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一。那 A 3等于多少呢 ？A 3是等于呢，A 2，好 ，A 2加 A 1嘛，好 ，A 2呢加上 A 1啊，好，那 A 2加 A 1就是一加2。好，一加一了哈，这个等于二嘛。好，那 A 4呢 ？A 4就是 A 3哈，加上 A 一加 A 2但是我们发现哈 ，A 加 A 2刚好等于 A 3嘛，所以是两倍的呢 A 3两倍的 A 3嘛，就等于二乘二，所以是二的平方。好，那以此类推 ，A 5等于多少 ？A 5就是等于 A 4加上呢多少呢？加上这个 A 1加 A 2加 A 3，不过呢 A 加 A 2 A 3等于 A 4嘛，所以是等于两倍的 A 4啊。好，那以此类推，我二乘以多少呢？二乘以二的平方就二的三次方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呢就发现一个规则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啊 ？A 2 A 2怎样？二分之一。对啊 ，A 2的话就等于 A 1嘛。啊，本来还要再加 A 0啊，但是我们是从1开始算嘛，对不对？哦 ，A 1等于1开始嘛，哦、那 A 2不就是 A 1嘛？因为这个只加了 n 减1嘛，所以如果这个是不是1 A 2就等于 A 1啊，因为 A 这是 n 等于2嘛，那 n 等于2的话，这 n 减1就是 A 1嘛，这一项就是 n 减1的，这个就是2减1嘛，就等于 A 1啊，所以从 A 1加到 A 1嘛，所以只有一项而已。对吧？好、哦，这是它的定义嘛，从一加到 n 减一嘛。那这里如果二的话，这里就是二减一就是一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只有一项。那如果这里是三的时候，那 n 减一就是二嘛，所以就两项 a 一加 a 二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有理？没问题吧？没有。那以此类推，哦，这个赖永安很好，这个他都会发问的哈，会发问这个好的。因为你一发问的话，那个脑筋会动，你知道吗？哦啊，这个是有个好处啊。第二个好处就是说，你问的话，那我会把那个动作呢稍微缓和下来，不然的话就一直讲，一直讲下去了。到最后的话，虽然我讲很多，我以为我教了很多东西呀、但是你可能没有学到的东西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发问了，有一点点不懂就问。是不是啊？好，好，那以此类推的话，我们就得到一个什么呢？得到一个规则了。这个跟这个哈、刚好是差二，是不是？所以的话 ，a n 的话哈、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的多少呢 ？n 减二次方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这个都差二嘛，哦，这二的一次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二的零次方，哦，这二的零次方嘛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呢，就得到多少哈？S n 啊就等于哦啊对了哈，我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的话呢，我从这个 A 2开始嘛哈，A 2分之一哈就等于一分之一啊，那 A 3分之一就等于二的一次方分之一，哦这是二的一次方，对吧？那以此类推嘛，然后这 A 5分之一就等于二的三次方分之一啊，
然后这个 a n 分之一就等于二的 n 减二分之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所以呢 ，S n 哈，这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 a 是一嘛，再加二的零次方分之一，再加二的一次方分之一，是这样，加到呢二的 n 减二次方分之一啊，这是前 n 项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你如果是把它写成哈，写成这样好了，写成无穷大的话哈，那这样就一直加上去了，那这个就是一加多少？这个是等比嘛？哦，这一减掉二分之一哦，因为它公比是二分之一嘛。然后呢，首项是一哦，这是首项嘛，然后分之一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等比嘛，无穷等比级数嘛，所以是一加多少呢？一减二分之一，这是二分之一，然后分之一，这等于一加二，等于三，这样等于